大家好，我是董正龙。那照惯例呢，我还是呢带领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产品的实体的样子。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档案啊，最主要就是这六个压缩档，就会是你到时候购买这六国语言的，就是旅行的词汇，所需要下载的。那它每一个档案呢、啊，通常都有，就是大概超过100枚，因为它里头包含很多 P3、P4 的档案。那你可以用听的，你也可以用看的，它甚至有含 PowerPoint 档，然后还有附上它的销售页。所以我们这边呢，随便就来点击一下，你说这个就是它附的 PowerPoint 档。那我来开一个，那这个档案因为我现在开的是中英文的那个 shopping 方面的词汇的教学。倒蛮有趣的就是它有附中文，那当然这些词汇呢都还蛮基本的，最主要如果它附中英文教学，就是它用念中文然后教英文啊，或者是念英文教中文这样子，那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那蛮有趣的是录音的人应该是一个大陆人这样子，所以他的口音呢我们听起来就不太像台湾人这样子。好，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荧幕上啊，就是 I am looking for， 对，所以你就是点击一下 I am looking for， 他就会念给你听，我喜欢，再点击一下I'd like something. 对，再点击一下，就是像这样子。I'd like something. 这个是 PowerPoint 档的部分，所以给各位看一下。那 MP4 呢 ？MP4 呢？啊，我这边乱点一下，我点的是英文跟意大利的 shopping 方面的词汇，所以它会。I am looking for. 这是英文。Sto cercando.这个是意大利文。Sto cercando. 好。I'd like something. 好。Vorrei qualcosa. OK, 大家看听一下就好。所以它有蛮多的，就是这意大利对英文，还有中文对英文，然后还有就是六国语言这样子。那特别的就是说它会有一个销售页。这个是它已经事先做好的销售页。那在销售页里头还刊录一个范例的 MP3 的档案，对，如果把它打开的话你就会看得到这个我们就不开了。然后如果你一次啊购买啊这个套组啊，我们有给你一个很大的折扣，那它也会有，你也会额外赠送一个就是这个套组的销售页，所以就是这一个档案，到时候这个只有购买整套我们才会给你。这个档案有包含呢所有你需要在销售上需要用到的图档跟那个档案这样子。好，所以大家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就是你所有需要用到的图档，那它里头有包含它所有的档案还有图片这样子。好，那希望呢你很喜欢这一次的产品，那我个人觉得这个产品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是针对旅游的商机，那这个是一个所谓的长青的利基，就是它永远不会衰败，因为无时无刻都有人在旅游，所以呢特别是呢当你去一个国家玩的时候，其实我们难免都会想要学一些基本的词汇，而且会觉得很新鲜，那这个呢就是针对这样子。那当然如果你对于某几个国家，这六个国家里头某几个国家的一些基本词汇，旅游方面的词汇有兴趣，你也可以自己买来看看。那更好的是我们还有卖给你转授权，你也可以替我们推广或自己拿去卖都 OK。 好，那我是董正龙，那这一次的就是产品发表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谢谢。